这边，你就先把它修掉，然后啊，就不需要那个这样子，正方形的是不是？哎，啊，正方形，看你怎么弄，正方形，啊，你自己挑纸，哈，这，好，你这那个帅哥，像这一张对不对？你就不要管这边，我要这边的图案，我就从这边，来，这边是哦，你这个很漂亮嘞，哦，漂亮，好，我们把这个哈留在蝴蝶的背部，好，那就这个就等边三角形嘛，那，哎，我看，我这样反方向，你就折线。这边有一条三角形嘛，折线对自己，然后再凹进来，再一个小三角形，这边两指，两指的距离这样子，嘿，好，然后这边一个拉的，这个不要太小，也不要太大，好，啊，这个稍微也不用到旁边了，但是也不能太短，太短你被这条线是在拉这个那个翅膀，再来这边凸面哈，凸面向上，那这边整形。要整形整好，啊，如果没有起的再修一下，哎，这样子整形，然后这边就这样拉过来，拉这边平，那这边就慢慢给它过来，就这样，哎，这样，好，啊，不平的修一下，好，你们先多做几个，好不好？先多做几个，这样会吗？来。立体的，这都是那个剪，然后最后它就是这样剪的，这边剪造型出来，稍微差不多这边，稍微大一点，没水了，好，这个叫它翘起来，它翘起来，拉错边，哎，不是，我觉得那个有那个做一个是这样才可以翘起来的，它的原因是哪里啊？啊，妹妹你要什么？这谁的？妹妹你要什么？我想要蝙蝠。蝙蝠好，蝙蝠哈，这边你看这边两个，这个是嘴巴，哈，啊，这个是属于头部的了哈，触角哈，还有眼睛也是在这里。你注意看了哈，这边就大概剪它的耳朵，一个半弧形，弧度，然后再来留0.5，留0.5，这样，你要不要录影还是怎样？还是这样可以知道了哈，然后这边要剪掉一个，就是等一下耳朵才被卡起来，这边，就三个弧形。这样就是蝙蝠了。耳朵要来，妹妹你自己来，这样子，凹进来，再把它拉出来，再把两个打开就好了。来，好，你自己做，就会了哈。那你要蝴蝶，好，蝴蝶。老鹰好像比较难。老鹰难，老鹰可以练习，我练很久才。那我这个颜色做老鹰的，你说这老鹰要，老鹰要这样反过来哦，跟那个蝴蝶哈，蝴蝶从这边，蝴蝶从这边，然后那个蝙蝠也是从这边，那鸟也是这样子，但是蝙蝠啊，老鹰要这样，这嘴巴不要太长，太长不适合，然后这样。你要什么？老鹰的头呀。反正这头，蝙蝠吗？头也不要太大。那这边就给它出去。哦。这边要练。这边要你一刀就要成这个形，然后还要反过来。哦。这有时候剪不好，然后从这边再剪下去，给它弯一下，就一个冠。后面不是有冠吗？一哎哇，差点快剪断。好，这个。哎，对，这边剪的不好，应该再后退一点。这边修一下，好。那蝙蝠变得好奇怪啊！要怎么剪呢？这个，好，你再去剪就好。那这个，
我看你这样，眼睛的颜色像蝙蝠，眼睛对呀，很像蝙蝠颜色，但是你这样子眼睛大概在这里，对吧？我看你的蝙蝠，凹进来，然后这个点，你就你不能剪刀不要这样哦，它这个要平的，哦，然后稍微它的点，你看我的蝙蝠，用这个地方，啊，就这样剪一刀。眼睛不要太小，要用剪的，太大会。爸爸教你剪，你这边，这边，这边剪的弧形，剪到这边留0.5公分。不会啦，我来。啊，你要玩蝙蝠吗？嗯。啊，这边剪过来。我知道，我刚才看到。就是容易。哎，等一下，这里剪过来，你说你有看到？有剪的有点太小哈。可以。然后这边，这边再剪一刀下来，不是很难剪呢。对，有时候这边哦，然后这边再剪一刀下来。这个应该再少一点，这里要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里剪一刀过来，斜度进去。这一刀很重要。好，可以。然后这边剪三个弧形。这边。不要剪这里三个弧形。说这里还底下还有个。好。是那个吧？我看。好，妹妹来。这做蝙蝠来比较简单，嗯、然后妹妹，你这边剪三个弧形。对。蝙蝠是这里有一个三正方形的那个。三个弧形就好了。你要剪什么？蝙蝠。蝙蝠吗？你这个是蝙蝠吗？对啊。耳朵？哦。哦，三个弧形就好。对。那你从底部开始剪。不要从这边，从这个底部尖的地方开始。啊，没关系，妹妹剪三个洞就可以了。好，可以。你把这个打开。哦，耳朵要打开哦。要打开才会可爱啊。嗯。你就这样子啊，就捏着，然后两个压一下就好了。哦，这是麻雀。嗯、哦，麻雀，对，麻雀是很像麻雀。很像麻雀，不像苍蝇。像麻雀，像麻雀。来，妹妹，我看你的。我头没有修，想说就是。来，然后把你有没有修？哦，这里打开。头没有修。像爸爸这里打开。头太大了。啊，蝴蝶嘞？蝴蝶。就这里也可以吗？对啊。嗯？哎、对。爸爸，你看。你大概一半左右。哦，这是给公公剪下去。好，剪到这里为止。这个是麻雀。那也是头。哎，这嘴巴，嘴巴触角。是谁知道？爸爸知道。是你这个剪好以后，要把触角凹进来，合起来，再把它拉出来。这妹妹，因为你的什么？你这个呢？这是我的吗？你这个要做什么？这是谁的？这是我的。他想做蝙蝠啊！嗯、我画给你剪。好，剪。哎，大一点。这是谁的？爸爸的。太小了，耳朵太小。爸爸的另外一个。你这样子好，大一点好不好？这是谁的？这个是我，然后这边剪掉一点，这才是我的。这边剪掉一点，你先剪好，再剪掉一点。好，那这边从这样子，好吗？好，这样子，这个再深一点哈。好，你也剪。对呀、啊，打开，来，触角凹进来，触角折进来。不是，你要这样，这样凹进来。哦，头要好。对，然后就把你拉出来。嗯，这样就好。哦。以后你把漂亮的图案放在这里。嗯。好，不要放在这里，放这里，要打开才会漂亮。嗯。放下白白的。好。只能剪飞的呀、啊，随便你、啊。这个只能剪飞的吗？是，翅膀能动的。你要剪什么？我要可以剪那个。拉牙呀。花炮。那我不会，那个就是飞的，就是飞的，对，哎对，就几种而已。妈妈，你看。妈妈，你看有一只鸟。嗯。这个可以，你们可以创作了。你们回去可以创作。这个可以这样子做，剪。对，一只鸟过来。
你用我的来做你。我跌倒。对，跌倒。你没有当老师吗？你是不是老师？不是。不是哈。他们都不是。你要怎样？你看啊。哎。哦。哇，最近。老鹰降落了。老鹰降落了。他没有粘好的。哎，我们可以把它粘好，它可能就可以飞了，对吗？嗯，对。那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还有记得订阅我，还有按下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见。